这个绑在爱妮手头那条手链啊，会用互相呼应。我刚看到张阿姨诶，啊，不过就伫咧念啊，应该伫咧附近啊。喂，公平好细个啦，头壳你手受伤啦，莫去弄掉啦。今日拄好伫遮拄着你，咱等者食一顿饭，我请你。哪家哪公？你去告诉那个王亚芳，离我们少峰远一点，顺便警告他，不要破坏别人的家庭，天天缠人家老公。我有查到赵四的车牌啊，阿姆哥是一个查拉车，证明对方应该是条狗爷，才用查拉车来还案。阿姆跟少峰竟然有事实，而且两个人还约好，不知道要创啥。看起来，要等阿姆进行了后，才有法度讲清楚。这个挂失，你挂在你的手机啊？这个绑在爱妮手头那条手链啊，会用来互相呼应。我刚看到张阿姨诶，啊，不过就伫咧念啊，应该伫咧附近啊。喂，公平好细个啦，头壳你手受伤啦，莫去弄掉啦。今日拄好伫遮拄着你，咱等者食一顿饭，我请你。哪家哪公？建明奈去替曹庆徛台啊？你是不是用什么手段，互建明压力？我若讲你知，我惊讲哦，你会愈伤心啦。所以你想要想清楚才问。王建明，我真正对你足失望。不管是何丽还是曹庆，因拢无资格当对付你，以后想跟他对付你，我就对付谁。你到底是安怎要把迄个欧巴桑处理掉？而且佫何丽想要杀人灭口，迄代表这件代志真大诶。王亚芳是做大造假，我毋是做假。歹势，只有你离开啊！我毋是做假，造假的只个秘密，才袂互人发现。